CYC。Selamat datang ke rumah Tuhan CYC。哇 ，Casey 奇怪了，今天竟然用马来文来开场白哦。平时都没有听你讲马来话哦。哈哈 ，saya memang tak fasih bercakap bahasa Melayu, tapi saya nak cuba. Oh, kenapa? Saya sebagai pengikut Yesus di Malaysia, mestilah saya tahu cakap bahasa Melayu. Kerana suatu hari nanti saya boleh menyebar gospel kepada kaum-kaum lain. Oh, Casey, 我相信你可以的。Memang lah, sebab saya ada Tuhan yang tiada mustahil baginya. Amen, CYC 们，耶稣的门徒是时候起来，去使马来西亚成为耶稣的门徒，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哦。Amen。耶稣的门徒们，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关心家里的事哦。首先，这个星期天领袖训练将继续在下午两点在 L3123 进行。请所有的导师、组长、实习组长、小家长、核心同工及所有的服侍同工务必出席。圣经班的学生们在这里预祝你们，恭喜你毕业了！恭喜恭喜！而这个星期的圣经班将是最后一堂喽。但是大家得继续带着期待的心，最好的态度去渴慕神要跟你说的话语哦。上完圣经班和领袖训练班过后，我们将会在下午4:20进行遇见神祷告会，地点仍然是在 L5。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千变万化的神哦。每一次的祷告会会有一个惊喜，就是神会使用他最创意的方式带领大家去经历他。阿门。在最近的30为马来西亚福星祷告当中呢，神也带领我们西外系创意的运用了这个导读诗篇的方式，来围着马来西亚的福星和未信者来祷告哦。哇，我们的神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将荣耀归给神。耶、yeah. CYC 们，我们透过这个导读诗篇的方式，肯定能够帮助你突破30的祷告哦。阿们，弟兄姐妹们，好不好？这个时候跟你旁边的人说，每天一诗篇，福星每一天。每天一诗篇，福星每一天。对，弟兄姐妹们，借着马来西亚国庆日的来临，从今天起，我们 CYC 将投入40的禁食祷告。各自小组可要开始规划这40的禁食祷告，并且填写小组禁食祷告表哦。记得 CYC， 这不是一个仪式，乃是为了马来西亚的复兴，愿意放下我们喜爱的东西，同心合意，专心寻求神的面。好不好？这个时候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加油吧！我们一起加油吧！大家期待已久的大件事快要到咯。啊，什么大件事？大件事就是另一波的敬礼换新人又要来临了，打算受洗的弟兄姐妹们赶快在8月15之前把你的报名表格交回给你的组长哦。上一次 CYC 受洗的弟兄姐妹占了 FGA 的多数哦，好不好？上一次 CYC 受洗的弟兄姐妹挥挥你的手。还没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拿起你的勇气向你的父母提出吧，我相信你的坚持会为 CYC 带来历史的一刻，这会是 CYC 最多弟兄姐妹受洗的一次哦。 Amen Amen， 不用害怕，神与你同在。好了，跟大家说再见之前，要提醒大家，在我们每一场的聚会当牧师讲道的时间，我们不允许任何的走动。谢谢你们的合作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神再次透过他的仆人来跟我们说的话语哦。大家下次见咯，拜。